轮回到第一棒，王威全的打击，这个球咬中了，在右外野方向形成了安打，挡下了六分的一个差距啊，不急也不急，所以这局是一个大好机会，应该要换左打者吧，左打者打他的球是比较有利的。包括吴宗俊，包括王威成，都是左打敲出安打。